电视啊，哪有白甲我斗用啊？我哪知你变哪用？因为我先生比较慢，我比较急，所以有时候他如果慢的话，我会生气。我生气的话，他不回我，那我会更生气，没有办法发挥嘛。我就去厨房啊，洗碗的时候那个瓢啊，就把它当个乒乓球，让他知道我在生气。哎呦嘞，这是偶然。金华香哈，上人讲说哈，你嘴巴不好哈，也不代表是一个好人。进来来不明的发出来，所以讲咱呐去心法香，就是让我们心会静下来。讲到上人讲的话，马上去修正。也不能算是一个好人。之后勤务哈，有的是晚上接到，明天就要做了。我就会叫协力去叫嘛，协力就会跟我说：“你今天叫我哪有人？”我就跟和气这样顶过去呀、啊，没有人呐、啊。有一次去海外做队服嘛。就听到师姐他们的分享，有事必打，因为他们海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如果要这个一个工作要跑得很远，一个地方都要跑个四五个小时、啊。那么近，我们要跟他说没有人休息的时候，就马上打电话给和气职场说，哎，我这次来我真的很惭愧呢，你跟我说我都跟他说没有人，我现在不会跟你说没有人了。我在做慈济的时候很急，我讲话也很大声，但现在慢慢的，我真的是在改变自己，要慢一点，我们脚步要慢一点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跟我们一样。